不过相爷啊，仁义这种东西我本来看的就没多重要，不过在西柳我遇到了我的兄弟，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这辈子要活得像个人，所以只要有他在，我就不算一无所有。你在细柳碰到的那个人是王小石吧？他已经死了，所以你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。怎么不哭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不哭，他就不会死？他就是没有死。那个地方是我特意挑选的。我记得在我12岁的时候，我亲手将一个人推下那个山洞，我怕他会爬上来找我报仇，于是我就拿着刀，在洞口外面等了他3天3夜。但是那个人再也没有上来过。你这个禽兽！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能不吃东西。你要不吃，怎么杀我报仇呢？对吗？